现双位数的成长。看好黑金商机，网络有享乐声转型，现在宣布买下一刻，正式加入咖啡大战。700亿咖啡市场，诱人的商机让乐声透过子公司一枝香名义砸下1.3亿元，收购91.59%股权咖啡连锁店，加上一枝香，乐声要打造轻食王国。如果呢，这个烘焙厂的这个、想要打造的这个轻食供应链，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呢，可以由一枝香来接手的话呢，一枝香每年呢可以多出货大概3000万的这个蛋糕啊、轻食啊。签合约、找盟友，乐声副业动作不断，本业游戏也有进展，宣布以8.55亿日元认购日本游戏厂公司债，持股将近20%，双方交叉持股。是台湾第一家游戏厂，成日本上市公司最大股东，进军一线战场。这个业务上的合作，包括他们将来在制作游戏的时候呢，游戏美术全部交给我们乐声美术馆来制作。同时呢，我们会一起合作，在日本市场跟大的公司、更大的这个日本的发行商呢，寻求积极的合作。知电子厂跨足餐饮业，之前灿坤入股金矿，不到一年就宣布，除了咖啡事业，其他餐厅全部退场。目前咖啡连锁店星巴克稳坐龙头，85度 C 以平价奢华紧追在后，老三单体则有155家店。至于老四一客在一枝香入主之后，能不能加成效果，外界都在等着看。三新闻余承湖、凯中台北采访报道。